好晚哦。Hello， Hello， 小亮，今天在吃这个，好吃。晚安，光一，今天有点漂亮，谢谢。晚安 ，Derek 伟。我先边充电边，并且安西送的生日蜡烛。我边充电边直播，我不知道等一下会怎么样。那 OK 啦。每次直播都有吃，很饿。我刚到家，谢谢台中苍苍送的生日蜡烛。另外一个可爱三连，好啊！结束的时候可以来拍一个可爱三连拍。现在是我16岁的最后一个小时，我头发有点乱掉了，手机没事，我现在把它充电，然后这样理着，我就不知道。在吃汤圆没有诶，今天是冬至，但是来不及吃，因为呢我们今天学校有圣诞晚会，然后我10:50的时候才到家吧。谢谢小亮送的生日蜡烛，还好明天休假。对啊，不过明天也是很多活动。耶。有圣诞晚会，对呀，今天还有表演圣诞餐会，好酷哦，好想去。我们明天好像也是圣诞餐会，明天是学校社团的圣诞餐会跟庆生会。天堂跟地狱啊，今天都没有玩。谢谢东东当当的生日蜡烛，倒数58，现在剩57分钟，好快哦！没想到我现在要17岁了。其实我的心态早在生日会的时候我就一直比17，所以我现在一直觉得我是17岁了。说到瓷砖，电锅很好哎！如果我说到电锅，我应该会蛮开心。虽然我不会煮饭，但是可以把它拿给会煮饭的人。我要变老了，我真的是无法哎！我竟然剩一个小时，我16岁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做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今天是变得不要那么社恐。今天衣服好，就是你没有发现这件衣服有什么，就是有在什么场合出现过吗？谁的生日会出现过？这是默默借给我的，还是很年轻，谢谢。今天还戴了项链，那时候表演的时候的项链。然后我今天表演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大喊，一直在大喊，我明天绝对没有声音，我现在嗓子是热热的，超可怕。这一位交换啊，那木炭很好。 IG 还有没有？ IG 是2024年的1月1号会开通，大概1月1号早上12点。应该说哎、欸、没有看吗？这件很好看，我也觉得这件超好看，那时候看他就觉得超好看。晚安秦瑞，把这件留着。没有，下次见到莫雨的时候会还他的啦。竟然是我们好像2023年不会再见面了，哭哭。你今天好呀，但是今天好像磨皮有点重，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今天妆化比较浓，所以感觉那我。对呀，曼琳才17岁，想不到吧？哦，我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么干了。等一下，我要播一个。我想说，怎么感觉那个下次见面2020？对呀，下次见面是公演吗？应该是公演吧。公演的话，哦，11月12到14，然后我快要断考。公主要生日的是呀，明天在55分钟。我看一下 Christmas songs。 哦呦，等一下，直播进来啊，小状况。公演，对呀，是公演，应该是公演吧。今天也是圣诞歌，今天是圣诞节前最后一次直播了， sorry 啦大家，跟跨年一样在等。对呀，真的是。等一下播个音乐，没事。对呀，刚刚手机差点掉下去。下个月也出现，是的，每个月都会出席3天哦。基本上啊，通常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的话，就是都是出席3天。
谢谢雨滴送的告白气球。我今天还戴了一个戒指，但是我觉得它一直勒住我的手，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拿掉了。而且我朋友还帮我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我到时候再分享给你们看。我今天拍了好多菜子，我今天拍了好多照片，可能几百张。先说生日快乐，真的要看你，谢谢，好的，谢谢雨滴，生日快乐，想见阿雅了，一月十还有一个多，哎没有，但是我下个礼拜也有直播啊。你们知道昨天就是真真、墨鱼还有弯弯他们帮我弄了一个蛋糕，我超级惊讶嘞，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其实。昨天的时候我没想到他们会送我蛋糕，然后我们练习结束之后，然后他们就突然端了蛋糕过来，然后我就啊，真的假的，谢谢，超级感动的，懂吗？然后他们还唱着，因为我之前就跟他们说我很喜欢吃抹茶千层，对，抹茶千层，我之前就跟他们说我超级喜欢吃，然后没想到他们就准备，我现在还是无意的说，然后他们就准备了超级惊喜的，好喜欢啊，而且我今天还戴了美瞳，但是有点看不出来，应该会在你脸上。去女仆店，我没有去过女仆店，我只有路过过，但是没有真的进去过。晚上不能喝太多水，晚上喝太多水明天会很肿。我们今天真的是疯狂大叫，今天就是没有停过。他们知道你爱吃，会爱讲，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觉得千层要，就是千层好吃其实蛮难的，就是千层不是说随便做就可以好吃，不然它会分层感很重，所以千层要好吃其实也蛮难的。不行耶，这个歌单我无法，要嗨一点的歌，不然我到时候播一播我就睡着了。大家好啊，这边头发，哇，我今天绑了超久，我绑了快要一个小时，我真的是它是这样子的 ，Hello 喜德，千层真的很难做。晚安喜德，Hello 小吴，我这样的头发其实蛮乱的，而且我还有这个，我上次直播就戴了这个，但我今天也戴。晚安草莓酱，我音乐有点大声，那要解开吗？头发吗？我等一下是要洗头哦。好烦哦，等一下还要洗头。麻花卷不是麻花卷，它是就是绑一绑，然后从里面掏进去，然后绑一下，从里面掏进去，是吧？因为今天在学校有表演，所以就想说那就继续用这个发型，这样的话就先不用洗头，因为我才刚到家。哎，你都真的不喜欢你，真的很不喜欢洗头，洗头头发干要干很久。哦，我这个水我已经喝一半了，我到时候播一半我就快把它喝完。最近做了什么？太冷了，还是不要洗头好了。确实不想洗头，不会有美女不好，不会有头发不会有味道，好不好？必须要洗，我有些朋友就是每天都会洗，但是每天都会洗，但是女生通常都不会喜欢洗头。哦，今天要喝温开水哦。哦，是哦，如果一直大叫的话是应该要喝。没，失策了，干洗。我家有那个喷干洗头的东西，我也觉得那算洗头。我现在戴美瞳，我都看不清楚字，好奇怪哦。而且我们今天还在玩马里奥，Hello 博成，
我们今天在玩马里奥赛车，超好玩，真的是很好玩。油性发质要美，我好像还好，我是细软它。信义区很多人啊、哦，今天信义区有什么活动吗？圣诞节吗？今天你是不是一直撞人？哪有啊？没有啊。等一下谁会睡？我希望今天四期会出现，不然我会整个大走心。而且我还在天点席的时候，我还有说你们要不要来我的直播？然后呢，他们都说 OK，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谁会出现啊、哦！我为什么我卡住了啦？哦，还好不是，还好不是直播的网络卡住。今天去看水行侠啊、哦，水行侠有出哦，看看那些人。明天生日快乐，谢谢 Holy。好，所以曼玲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是的，团长，一品刚刚说了哦。所以曼玲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是的，团长，一品刚刚说了哦。我本来想要去一品直播，结果一品叫我那时候他跟我说九点去他直播，结果我9:07去看的时候不在。第二集戒指还没拿，现在戒指在这边，看到就很想要一直拿着。好饿哦，走心的准备，谢谢鸭先生来48，谢谢一品在直播，他不是9点要直播，还是他改时间了？因为他看我们都没空，所以他就改时间了。应该是我9点的时候刚放学，然后我们就去吃个饭，然后就回家了。一品是9哦，难怪我想到9:07去看他怎么不在，好吧。我等一下一定要叫妈妈帮我把我的美瞳摘下来，不然我根本不会摘。其实我今天拍好多照片哦，生日也可以这样，没有明天再去，没有没有，今天来不及吃晚餐，我现在超级无敌饿。虽然说我吃了一个面，我吃了两个面包，然后一杯饮料，但我现在还是超级饿。那你们看到万万件还没有看到耶，今天都没时间用手机，今天太忙了。谢谢博成送的好多生日蜡烛，走心了，真的走心了，怎么都还没有人来啊，我整个大走心耶。而且我现在眼睛的状态是好的吗？因为我觉得我看起来不是很好。曼玲刚子分享想看，还在成长，吃不饱，可能是哦。对，我觉得太晚吃的话，隔天会水肿。谢谢 Derek 伟送的海洋之心。这几天弯弯的杰作是什么？好想看哦，弯弯。有，我有进去一秒，他是唱歌吗？一品下播会来啊、哦，跟一品联播吗？可是我怕网络会很差，我上次跟墨鱼联播之后就有点卡，没吃晚餐，来不及吃。我超想要，我等一下下播应该会去吃晚餐。但是刚才结束之后，我们有吃就是麦当劳。我先不要看，真的假的？今天什么？弯弯做汤圆，他会做汤圆吗？他不会做汤圆吧？接下来拜拜，好的，拜拜雨滴，看电影是牙拜。超怕，好想看哦，好想要看。我在8天就有自己的账号哦，好期待哦！我还在想第一篇文要发什么，因为我已经想到名字了。对，但是我在想第一篇文要发什么，好烦哦。谢谢 Derek 给送的摩羯宝宝，我是摩羯座的第一天。一品现在在包水饺，真的水饺还是醒迷品？谢谢博成送的掌声鼓励，你准备好了？是呀。你好呀，小布，算超前部署三。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谢谢绿茶送的生日蜡烛。Happy New Year！
还是今天来唱歌？哦，算了，今天不要唱歌。你还要想 reels 要拍什么？可以啦，那个拍 reels 还好，我觉得还好，就是会失败几次。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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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Happy New Year. 今天是不是比较漂亮啊？因为好像很少妆这么重直播。今天晚上吃电影啊，真不错，好想吃电影套餐。我觉得吉拿棒超好吃。晚安，蔡大胆，唱到跨日 ，OK 啊，太可怕了。小辫子是呀，项链好看，我也觉得。但我朋友说不好看，我现在真的超级好看。而且这个橡皮筋都是我朋友的。你哪天不漂亮？谢谢。你有时候那时候。就是在别人的直播通常都会比较丑，不知道为什么。哎，哦，我喉咙好干啊，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吃个什么喉糖之类的。热狗堡啊，哦，热狗堡好吃，那边就是我刘海的分量不一样。今天没有用麦克风，哎，今天就是直接收干的声音，想不到吧。今天来不及弄，本来想弄。谢谢蔡大胆送的缘分相遇。快要圣诞节了，说真的，其实再三天就是圣诞节。我们最近很多圣诞活动，就是，哦，我本来想要在圣诞帽直播，可恶忘记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社团有在办一些活动，然后就有那种活动是就是发糖果给弟弟妹妹他们，就是。可能他们要讲一个笑话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就会让他抽糖果，然后我们戴那个圣诞帽，超好玩。但我只有去一天，爆米花，哦，我只能接受甜的爆米花。办圣诞树直播是玩玩吧，练习的还是没，就是那时候就是前几天练习的时候有前辈，然后他们就来看我们练习，然后。我们就跳了给他们看，结果他们也跳给我们看，然后我们真的跟他们差超级多，就是他们是那种有力气又干净，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办法差到那么多，他们是真的是很干净，就感觉跟我们跳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谢谢刚遇上的缘分相遇，嗨嗨七恩，反正我觉得就是怎么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跟前辈他们差蛮多的，但是。就是不是说我哎，为什么又卡住了？就是不是说很努力就会达到，但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尽力嘛，对不对？是吧，大家？毕竟，对呀，他们真的跳得很干净，就是那种舞就是不会黏在一起。曼玲最有 feel， 嗯，我喜欢夕阳，夕阳比较没那么累。勇往直前也还好，可是勇往直前手会很酸。然后 TTP 真的，哇 ，TTP 真的超级累。我觉得乌吼也很累。乌吼那时候我第一次上乌吼的时候，就是那种跳到最后是爬出教室的，真的是很累。嗯，真的不是我要讲，夕阳衣服。啊，谢谢！我好喜欢夕阳，我觉得夕阳好轻快，我好喜欢那个旋律。像叶曼玲完全不适合大猩猩，爬出去，就是最后都直接坐在地上了，真的很累，谁懂啊？十月的脚链，我觉得十月脚链好好听啊。成员比较不喜欢，好像是哈，因为那个 room 也很累啊，而且感觉很难哎。可能我们以后会学吧。哇，超级累，真的会疯的。谢谢东哒哒哒送的千纸鹤。TV festival 双眼皮掉，真的假的？我觉得好累哦，就是不行。勇往哎，勇往直前很好看，鞋子也很好看。Rumor 应该最累，我也觉得是最累，因为他们这两天练的，前面示范的是乌吼，
真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哎、欸，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们应该说跟我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跳舞的时候不会去看其他人，来不及看，然后他们跳舞就是跟我跳的完全是不一样，他们就算穿牛仔裤或穿裙子也跳得好厉害啊。 Reset 第三首女友吗？是女友吗？女友会副歌我在半小时就17岁了，救命！好夸张啊，真的是接受不了、欸、而且好冷啊，为什么我家这么冷？全名是什么？什么乌吼的全名吗？乌吼乌吼吼，我的全名是翁曼玲。我看，等一下，曼玲脚上穿起筋，应该很深的吗？晚安波西 ，reset 第三首全名，可以。哎，不跟你们说，你们猜。谢谢波西送了海洋之心，谢谢。还有哦，还有39分钟，确实。昨天41他们还有唱生日快乐，超喜欢。我还有许愿，妹妹呀，我想说什么女友？其实我知道，我知道女友的那个。谢谢普拉斯送的生日蜡烛，直接回避，没看过。噔噔噔，讲太快了吗？可以，嗯，可以。可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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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第三首我不知道哦，你们可以去 YouTube 查。对呀、啊，不知道名字啦，真是的。那我们大家还要去洗头哎、欸，真的好麻烦哦。不想要洗头，但是我确实要洗头，因为我对我确实要洗头，明天也没时间洗头。可是我这样洗头又要吹头发，吹个10分钟。好，那我10分钟洗。自己脑补是哪招？但很希望，真的吗？今天洗，一定要洗，今天一定要洗。今天一直在跳舞。其实今天花最多时间应该是妆发。谢谢吉米教送的心形玫瑰。明年1月3天公演了，是呀，是呀，生日快乐，谢谢。洗哇，好多人就是留那个痕的，好酷哦！为什么有办法这样飘着、啊？还是哎，不对啊，为什么会变痕的、啊？是我设定吗？明天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谢谢大家。明天其实是在37分钟后啦，我来看一下。我很希望我的朋友。如果要祝我生日快乐的话，希望我的朋友们不要 po 我的丑照。谢谢普拉斯，谢谢 Derek Way， 谢谢小吴，谢谢你们祝我生日快乐。虽然说，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礼拜前就有人在帮我庆生，但是谢谢你们。送星星玫瑰哦，星星玫瑰，谢谢星宇川送的生日蜡烛，好、哦。送星星玫瑰，好酷啊、哦！星星玫瑰好好看、啊。我朋友真的很会拍我的丑照，或者他们丑照是真的很丑的那种丑照。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办法一直拍到我丑照。谢谢东丹丹送的，哎、欸，不，谢谢东丹丹，生日快乐，姐姐。哦，好烦哦！圣诞节过后感觉就要认真读书了。第一个准12点祝我生日快乐。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我会很走心哦。如果有人12点还没有祝我生日快乐的话，我真的会大走心哎，大走心。谢谢东东送的生日蜡烛，我真的会走心。12点看 TV 观看啊，好紧张，我好紧张。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开箱，是12点准时发哦。那这样也太辛苦了，那这样谁生日的话就要加班到12点。祝曼玲生日受够了，慕名而来。12点一到会祝福你啊，谢谢。
他们怎么拍到我的丑照？可能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很可怕。现在事情，对啊，没有，我不用施压了，他们一定会主动给我生日祝福的。设定时间真的假的？都是实验，那先预演一下怎么做？先不了，预祝生日快乐。好的，谢谢西恩，谢谢朱曼玲生日受够了送的生日蜡烛。在12点打给每个四期骚扰的，好的。他生日那天23:59，我觉得可以，这样就代表他有把我生日放在心上，并且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准时送上祝福，准时送上祝福。其他四期分手之后不会会有一个很精彩的丑照，我现在已经知道。不然要选那些，不会啦。我明天18岁，今年17。是的，真正有谈乌克丽丽吗？真正还没有谈乌克丽丽，怎么会这样子？他一定会私讯发给我，我希望他会用 LINE 发给我。四期谁的祝福最晚？会不会四期有人没祝福我？我不会，四期没有人祝福我，不是不会四期有人没祝福我吧？我真的会。大走心哦，我就直接把 LINE 封锁他哦，从绿封的不怎么可能啊，快点施压真真，没有会忘光光哦。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只要 IG 有发的话，他们就会记起来了，就是如果官方 IG 有发曼玲生日快乐的话，他们就会记得了，所以他们绝对不会笑笑，要发很笑笑，要发很好看的图片，对，请发很好看的图片，求求了，求求了大家。看一期生日前辈会传生日吗？简讯，如果是好的话，应该会。好，大走是真的够了，是真的受够了。四期听众名称叫做四期向前冲，我还是很不能接受这个有点弱弱的名字，我们应该要叫做什么肌肉四期之类的。这个不觉得很有趣吗？我好想要吃拉面哦，然后我也想吃牛排，但我们今天吃薯条，然后还有炸鸡。鸡肉，那个乌吼的最后也是鸡肉啊，好喜欢鸡肉哦，亚洲鸡肉俱乐部，我不知道三期的名字，我知道二期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一期跟三期的名字。晚上好呀，勇哥。好喜欢听就是新的圣诞歌，而且快要跨年嘞。很喜欢肌肉，是个有肌肉的女人。团啊、哦，对对对对对对，三期是团子，那我们四期听起来最弱哎，我们四期应该要想一个 slogan， 嗯，好像很少。曼玲会出去玩，还没有揪好，但是大几率是会出去，因为如果在家的话很没意思哎。今天会播到12点，但是我一定要早点睡，因为我明天要早起啊。但是我还要洗头哦，不想要洗头，不要洗头，最讨厌洗头了，好烦哦，好热，好烦哦，还有半小时，对，怎么我都已经播了半个小时了。然后一个四期都还没有来，明天打算吃几个？明天应该会吃很多蛋糕，我要变胖了啦！你至少2点，没有没有，我如果直播完，然后去洗个头，我只要花3点钟，所以我12点半就可以睡觉啦。真的明天要早起，真的一瓶就来。我希望啊，懒惰去，现在11点半最好会有人还开啊。早点睡，谢谢。虽然说我等一下还要洗头，他们搞不好约好不，他们不会对我那么坏好不好？他们最爱我了。今天没流汗，今天有流汗啦。今天跳了一整天的舞，怎么会没流汗？我们连午休都去，我今天只有上到一堂课，但我那整节课就数学课，我整节都在放空，因为我就算认真听，我也听不懂。对。然后我其他时间都在化妆，我。
光是化妆跟玩马力欧赛车，我就花了一整天。我比他们没有，他们才是最爱我的一群人。这么快？没有放弃，只是听不懂而已。那个真的很难，我们在学三角函数的虚数，就是那个 i。依萍在背你跨年生日，跨年生日是什么？数学很好玩，我是觉得这数学很，这很是玩赛车，超好玩！你们一定要去下载手机版《马里奥赛车》，那个真的很有料，跟朋友玩的话还可以组队，我真的觉得很好玩。好难，数学吗？数学，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数学超好，我那时候我就说我模考的时候都 A 加加，结果高中不知道是怎样，数学就变超烂。他们在曼，他们哦对啊，他们在16岁的曼联啊。我现在都要17岁，我真的自从生日会过后，我的心态一直都是我17岁，然后我有一天就突然意识到，我还没满17岁耶。数学很好，但我考虑数，其实数 B 跟数 A 我觉得没有差很多，但我还是建议你考数 A 啦，因为数 A 如果你以后突然想要走什么商之类，你就数 A 好一点。要打，我不会打传说，我以前跟我弟一起打传说，他都输我爆雷，但是其实我弟也很弱，但是我会一直被他说很雷。这个连好哎，跟一品连播，但是连播的话就是网络会变得很差，好烦哦。而且一品如果连播，一品如果快要结束，然后我突然跟他连播的话，他应该又要继续跟我聊天。前几天才跟他一起去公司，在路上遇到他，然后我要是跟他一样瘦的话，就不用减肥了。虽然说我最近没有在减肥，我最近很放纵，最近夜自习之后我都吃了，强制玉米浆。我最近夜自习之后回家，有时候会有夜自习，然后回家会吃泡面，超可怕。真的，为什么4集还没有来？我直播了32分钟，32 minutes， 然后还没有人进来，这样是可以的吗？我等下还要把美瞳摘掉，好烦，那我应该会摘不掉。连播我会整个太安静。我来看一下4期有没有人传讯息给我，没有的话我真的会很焦虑哦。为什么我现在语气变得这么阴阳怪气啊？等一下，而且我的网络跑好慢了，怎么会跑那么慢呢？要绝交？我不会跟大家绝交，好不好？我们都是好朋友，我只是会很走心，然后把它封锁而已，不会绝交。我蜜真身哦，不行啊！我现在网络跑不出来，你们知道我现在网络永远是点点点点点圈圈。谁会第一个进来直播？我希望是，我是觉得都可以，只要有人进来就好。如果到最后大家都没有进我的直播间，我真的会整个爆炸走心。但是等我生日那一刻的话，我可能就要准备关了。为什么 iPad 连不到网络？我现在声音，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跟我们社团的人待在一起，就他们每个人讲话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被他们影响了，然后我就都变得，我真的是受不了，就变得跟他们一样，真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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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哦，我来看看，你 iPad 要不要充电？我充电网路了，不要提，好，不要提醒，我就不提醒，我。不要按掉就好了。我现在是真的是没有网络的那种，没有网络，然后我连音乐都播不出来了，好烦哦。然后，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我现在已经开始慌了，真的，我已经开始慌了，因为我音乐播不出来。哦，我现在为什么声音变成这样？我真的是没关系。他们就过12:10，你说明天晚上12:10吗？哦，生日换好了，真的假的？想看我怎么看到别人的 vlog？
突然到别人的 vlog，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讲话都变得有点阴阳怪气，因为之前就是今天跟一整天就社团的人在一起，他们讲话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也没办法控制。我可能今天一两天讲话都会是这样子，这样好糟哦。这样感觉很像是在嘲笑别人，但我确实没有在嘲笑别人，只是他们讲话确实是这样子。而且我们今天还在玩马里奥赛车，然后每次谁赢了就说你好强哦。这不是胡炫吗？这是我的显脸瘦的地方。明天生日，好呀 ，tag 我记得哦。我应该要找点东西吃，我好饿哦。我要来调整一下我的头发，我觉得我头发好乱哦。但是我已经绑了，这个应该是我八小时前绑的，可能九个小时前绑的吧。而且我今天一直被蚊子咬，然后重点是今天又超级冷，然后我还一直被蚊子咬。吃零食你好强哟，对，就是你好强哟。要吃泡面吗？不吃泡面，因为明天要早起，如果吃泡面的话会看起来很肿。然后今天要早点睡，因为明天要早起哦。我明天要早起，真的，我为了早起这件事情付出了太多了。大家肚子饿的话，我肚子饿心情很好，会感觉有一种要变瘦的感觉。蚊子这么矮，我超容易被蚊子咬。我小学的时候打扫那个丛林，结果打扫十分钟就被咬了十几个包。喝牛，我不喜欢在晚上喝牛奶，就有一种，就是晚上如果你喝很多液体的话，你隔天就会水肿。正在吃蛋糕，叶浪，谢谢。我也吃了一个蛋糕，我觉得那个蛋糕真的很好吃，就抹茶千层那个。肚子饿会心情好，对呀、啊。因为会感觉突然变瘦，羡慕蚊子。我真的是就是那种，因为好像是因为我是 O 型血型嘛，我听人家说 O 型血型就比较容易被咬，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 O 型血型。晚安，弯的吐司堡。Lady M 那个，对啊，抹茶千层好吃哎。对，学校外小学不是都会有那种学校外扫，然后。哇，那个真的太可怕了，而且穿短袖短裤，但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 O 型。有推荐的千层啊 ，Lady M 那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是真的很不错。然后台北很多咖啡厅的千层其实也不错，我觉得。为什么现在都还没有四期来啊？真的要大走心哦。我想说我小真的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生日吃过九个蛋糕，是一个吃一口还是一个把整个吃掉，整个蛋糕吃掉？倒数二十分钟，我的16岁，不可能啦，怎么可能忘记？我还特别发了限时动态 O 型，对，但是我觉得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 O 型，然后有些人容易被盯死。11点，说不定他们12点才来。我是希望，谢谢蔡大人送的生日蜡烛，希望他们是12点再才来。但是他们如果播一播都要睡觉啊，我的同情心。不会啦，我是非常信任他们的，我非常信任，我希望他们可以来哦。毕竟也被听了。其实我好像没有认识 AB 型的人，但我们家有人是 A 型，然后有人是 O 型，但是都没有 AB 型或 B 型，都没有认识过 B 型的人。直播重点大走心啊！我直播应该要改成生日直播。谢谢东拉拉送的摩羯宝宝。明天要早起，除了一品都睡了，可是一品也没有来啊。哎呦，今天本来想要去看他直播，结果后来去吃饭了。哦，摩羯座，我觉得我越来越像摩羯座，我可能以后工作之后就会变成摩羯座吧。刚刚有首歌也提到，哦，真的假的？应该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 O 型，所以共鸣比较强。哦，李品在直播？对哈，那还没下播，他播到很晚，他9:40播到现在，9:30播到现在，哦，那还好。我们才放学没多久。爸爸妈妈，你要出去？
对呀、啊，我要去甄选武器生了啦。摩羯座很不错，摩羯座是工作狂，说不定我以后工作就会变工作狂，因为我现在大家都觉得我比较像射手座，就是腹黑人。播到跨日，今天确实会跨日，12点多，那这有点算跨日，对不对？弯弯在一米，我要走心了，拜拜弯弯，拜拜。哼，谢谢小亮送的加油，谢谢李思琪送的水晶，谢谢小亮送的圣诞铃铛，弯弯都不来我这里。射手座啊、哦，那我们应该很像，不是啊？我要走心了，我真的弯弯拜拜拜拜，思琪，大家明。在家后年见了，要绝交了，绝交了，我真的走心了，大家，不是吧？我真的是不能接受，我已经播41分钟，没有任何一个事情，从今天还是我生日直播，我真的是不能接受哎、欸，你们可以接受吗？哦，明年都不，今年都见不到面，然后还不来我直播，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真的是，哦，剩18分钟，好啦，走心倒数18分钟，好，强烈谴，是的，强烈谴责，我要就是我等一下浪 life 就先把他们封锁 ，line 也先把他们封锁，嗯，没有啦，我怎么会这样子呢？啊，我眉毛画的一边高一边低，等一下。深圳以外来的你们不会以为我来的，准备好了，爆米花哦，要看戏是吧？最是至少要跟我说生日快乐。四期向前冲，四期该要改成四期向后退了，还是我现在偷偷去把群组名称改成翁曼玲明天生日啊？翁、哦、不改成翁曼玲还有17分钟生日，然后他们这样就会来了，是吗？噔噔噔，是真的要卷卷？是的，我要先看一下 LINE， 他们怎么会呀、啊？我以为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哎、欸，嗯，真的是受不了。但是 LINE 群组简易，没有，我应该要发群组说，猜猜谁明天生日？对呀，我应该要用一个匿名，我应该要把一个机器人加进群组，然后叫那个机器人说猜猜谁明天生日，我们退出群组。没人祝福的赔率是1:10，一定会有人祝福啦。我就先弄一个机器人的模型，就我朋友之前真的弄过，然后就把它弄到群组里面，就可以叫他要留什么言都可以叫他吧。我收到生日礼物了，收到生日礼物啦，很棒哎、欸！收到很多人送的生日礼物，然后今天也有，今天还有那种晚会，然后突然有人大喊“翁曼玲生日快乐”，但我其实很想说，我其实是明天生日，不是今天生日啊，是哪个的？我就说是美女曼玲的生日。My God， 剩15分钟，哦，我都已经直播15分钟，还没有人。我觉得我的人生，我真的是受不了，而且我水都快喝完了，我等下水喝完我可能就要走了，因为我真的很渴。大家也要早点睡哦。上周是拿礼物回来，还有一些还没有拿，因为呢我来不及拿回来。对啊，陈颖真来了，陈颖真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啊？我等你们等了45分钟，我以为你们都会来我的生日直播。啊，这怎么不跟我讲话、啊？真的是我唯一的宝贝，我真的要大走心哎、欸！就是我直播了45分钟，都没有来，不就是压轴吗？是压轴吗？哦，差点就相信了。现在我真心对呀，我最好的朋友是珍珍，今天最好的朋友是珍珍呀，是的。生日当天抽奖抽中耶啊！真正该弹乌克丽是啊，该弹了，该发个限动，然后唱个乌克丽丽吧。
还想压缩，不是压缩，你是第一个来的，我真的要走心了。墨鱼，墨鱼哦，墨鱼怎么还没来？以为压轴就不定，因为曼玲的朋友太少，然后以为压轴，结果你来 ，Hello 韩吉，哦，真的是受不了，怎么可能一个人的生日，然后他已经直播了46分钟，然后只有一个人来，又有人也没了，又有人应该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他应该不知道。谢谢小亮送的水晶四叶草，四喜生大姐姐都还没有了，是的。谢谢东哒哒哒送的海洋之星，我真的是受不了大家，为什么他们都还没有来？我刚才说我不会走心，但是我其实是骗你们的，我真的大走心，大走心，我真的要疯了，我要疯，精神崩溃啦，崩溃啦，真的崩溃啦，哦，我真的是疯了。搞不好真的有人忘，直播46分钟跑题，是的，确实没有，我根本没有抱怨，好不好？我只是由衷的希望他们可以赶快过来，因为毕竟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我希望他们会过来。墨鱼大长，可以不要叫我家墨鱼那么坏吗？如果不想有第二个成员，对，对，对，我要跟孟庭筠绝交了。虽然说。我的衣服是墨鱼的，所以还好。需要我帮你叫大家吗？好啊，我需要，我非常需要。但是如果叫了的话，大家还是不想来，那我真的会大走心。你要确定？我确定啊。虽然知道这件衣服是墨鱼的啦，但是墨鱼为什么没有来看我直播？什么叫让曼玲走心啊？什么？就美女曼美女曼玲是因为谢谢没有啦。隔壁刚也在说事情的人，我本来要去看衣品的，结果记错时间了，好不好？墨鱼迟早会收集7个，是的，墨鱼绝对会。哦，对耶，11:48，那再睡觉我好了。如果他们明天早上有事的话，我能接受。但是如果他们明天没有事的话，他们谁会11:48就睡觉？我平常我就算我要6点起床，我也不会11:48就睡觉。家人们，我真的接受不了。快来祝女王生日！是的，是公主啦。但是这样就好温馨。我会为你们献上安眠曲的，我真的是，我要跟唱安眠曲给大家听，好吗？我真的要唱歌了，不要逼我唱歌，我可是最强。看看，我那个先生真真，我爱你，真真，我最喜欢真真可爱，真，我最爱真真了。目前就是今天好长一段，真的是我真的是不能接受。我48分钟的直播，我觉得大概有30分钟都在抱怨大家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来看我直播啊！我的人生好悲惨了，我怎么会这样？我的这个人有这么失败吗？怎么可能？我还是不能接受。大家你们能接受吗？你们能接受吗？我不能接受，哎，说真的不能接受。O 型的性格，就今天，我的人生真的很悲惨。16岁的曼玲，是的，16岁的曼玲最爱真真了。17岁的话，我们就，我们还是好朋友啦。虽然说我们今年可能不会再见面，但是我们小朋友，对，是不是不止30分钟？哪有啊？10分钟成为你现在是我的第一名哦，陈颖真。没有娜娜有时候叫真真就叫陈颖真，我就觉得好酷、哦、那我也要叫陈颖真。对，你好啊，陈颖真。10分钟后也就快要结束了。真真明年我下次见到真真的时候，可能他就已经20岁了。哦，真真你快要30了，你已经是奔三的年纪了，我真的是很惊讶，你还感觉很像一个小 baby 耶，还剩10分钟，是的，我要走心了，我根本已经走心，我等一下就直接从群组里面，我等一下就直接从群组里面退出群组。谢谢朱里恩送的冰晶，以后不要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想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不行，我今天的嗓子真的不行耶。
我是不是想要？怎么可能呢？我最爱珍珍了，好不好？他其实他虽然说他快要20岁，但是我还是最爱他了。今天没有保留10分钟吗？10分钟，哈，不做朋友。我们现在的关系已经不只是朋友的关系了。哎呦，靠近宇宙人说，我现在已经很焦虑，他们怎么可以不来祝我生日快乐？我生日一年有几次生日啊？家人们，一生有几次17岁生日？我就问你，我头发怎么翘出来？一生中有几次17岁生日？我真的走心了，怎么可以不来我生日直播？一品说有说要来啊，对呀、啊。不是8分钟啊 ，OK 啊，而且我还要去洗头，所以我今天不可以太晚。我今天讲话讲太快了，一生中对、啊，一生中只有一次，一年也只有一次。OK 啊 ，One Team 是碳啦，怎么可以不来？我这么可爱的，这么可爱的。忙内曼琳公主生日怎么可以不来啊？可以在哪里？我根本不知道我农历是什么，真的可以认真跟我 OK 啊？他们可能可以等你成年，我真的会大走心啊！而且佑文从来没有来看过我直播，他说他有来看过，但是我根本没发现过他。至少可以省点时间，这样我就来不及洗头。我要洗头，我不想要洗头，大家我不想要洗头，可是我今天一定要洗头，而且我还要卸妆啊、哦！可能明年一定来，明年。明天再修好不好？明天最好再了。他也这样跟我说哦，我真的是受不了。一品会不会等我下班？啊，一品还没关哦。I just want the honest, I don't care about the present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tree. I don't want. 今天眼线蛮，因为平常都没有画眼线，今天是少数有画眼线的。那等到明天。check 你生日画的现实可以加女友的 BGM 啊？还是我需要去？不要去，不可以！你要留在我的直播间，好不好？留在曼琳的直播间。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All I want for birthday is you. 等一下，为什么要这样讲？谢谢韩姬送的告白气球。Oh my god, 现在剩7分钟 Lucky Stephen, 该打电话，小精灵是我的粉丝名。想不到吧老邪真。小精灵是我的粉丝名。很少女吧。曼琳的粉丝名是的。哎呀。曼琳帆是我的那个。剩6分钟，麻烦四级生在地的一张广播，我现在就可以在群组里面留言，但是这样就没有音乐了。榛果酱是榛果酱，真真的粉丝名是榛果酱，是吗？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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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我觉得应该是，我记得他上次就是这样讲的。谢谢 Tomato 上的一颗星，老邪真是真真好不好？然后真果酱是真真的粉丝名，我记得啦。我那天直接被他洗脑，我后来满脑子都是他在那边讲真果酱，不是，我不是在嘲讽，我是真的被他洗脑了。就是他，谢谢糖糖送的水晶真果酱 ，Oh my god， 我正在疯了。不是，那不是我的笑点，是我整个被他洗脑，知道吗？他讲的，他不是故意讲的，有点欠揍的吗？是真的讲，我、哦、好喜欢哦。那我要叫什么？小精灵？不要了，这样很快。谢谢刚一送的生日蜡烛。谢谢 Epic 的粉丝名是 Epic 的粉丝名是什么？不知道、欸。鳗鱼饭，我刚才的是两送。没有，我是因为我戴银眼戴很久，讨厌，哪有啊，我很可爱好不好？真果酱，真心列车哦，是，我真的觉得真真的生日T超好看的，我好喜欢真正的生日T哦，真正的生日T是，就是画得很好，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画得很好，祝福大家都有好运，对呀、啊，那
乐，你生日快乐，谢谢一晨。等一下看谁第一个跟我说生日快乐，就是12点的时候，谢谢瑞生送的。哎，这还是那个自荐俊啊，等一下送的生日蜡烛，你很难得夸奖我。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很容易就夸奖别人？你要说到真人生日，哦，对，生日开始签了吗？应该是还没有哦。俊生啊、哦，对不起，你要跟真真要一件吗？我要跟真真，我真的很喜欢真的生日期哦，好冷哦。怎么其他事情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也想知道怎么其他事情还没有？我现在真的超走心。谢谢一晨送的告白气球，谢谢小亮送的小号角。哎，汪汪来了，我在那边等好久了，我真的要大走心。谢谢小亮送的音效卡，谢谢你们。汪汪你好啊，汪汪大家好久不见了。谢谢小亮送的监听耳麦，好感动啊，你们有来我就很开心了。谢谢博成送的海洋之心，喜欢。一品在潜水，一品不是重点，就是一品，你竟然有来，你们竟然有来。你知道一品，你知道我今天本来我以为你是9点开始直播，我就9:07去看，结果我根本没看到你直播，然后结果后来他们说你9:30才直播。恭喜弯弯成为我16岁这年第二喜欢的，对，一品现在是我第3喜欢的。好，完美。欸，你刚下播就感觉好感动，真的，好吧，那你是我第二喜欢的，然后弯弯是我第3。一品没有在开吧？对啊，只有今天好看吗？不是，应该就是每一天都好看嘛，是吗？谢谢晋升送的小飞碟，我以为是天天都好看呢，欸，不是吗？成影真真。好容易就变第二，哎呀，那这样就省，那这样，哦，对，墨鱼没关系，墨鱼没来，他的心与我同在啊，他我有他这件衣服，所以没关系。墨鱼感觉来不会啦，谢谢晋升送的，因为爱你，爱就是有我常烦心，不会有第7喜欢了，他们两个在暂休哎，只会有第5喜欢。谢谢糖糖送的生日蜡烛。对呀，每天都很漂亮，我是走气质风，哈哈，没有啦。嗯，在墨鱼一开始就在，对呀，他这个姐姐，墨鱼要说不会啦，我是一个非常善良、幽默、美丽、风趣的小女孩。因为我昨天从来没看我直播，我真的要大走心了，送告白气球，会啊，墨鱼，你知道吗？我超级想你的。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你怎么我直播了58分钟才来？大家都来了，谢谢你们，救命！叮叮当，叮叮当，嗨，你们终于都来了。我从直播的第1分钟开始讲到第59分钟，虽然又怎还没有来，现在点名范江佑恩还没有哦，辛苦啊。对，最后一分，我16岁的最后一分钟哎 ，Oh my god， 我要来拍一个照留念。虽然说我觉得用 iPad 拍照真的蛮弱的，但是我要来记录一下16岁的最后一分钟。耶，大家留个言，大家都留说生日快乐，其他人来都没来过。对呀，啊，怎么会这样？谢谢普拉斯送的心形玫瑰，耶。因为我今年17岁了，乐林今天好嗨，乐林今天谢谢大家送的生日快乐，不是送我生日快乐，谢谢大家写的生日快乐。Oh my god！ 等一下，我要留念这个，谢谢 Limi 送的那个，谢谢安心送的心形玫瑰，谢谢大家，祝我生日快乐。哦，12点了 ，Oh my god！谢谢你们，最爱你们，谢谢小吴送的告白气球，谢谢安心送的海洋之心，太棒了大家，谢谢欢欢送的告白气球，谢谢呼呼送的海洋之心，谢谢你们，最爱你们了。我17岁的第一天，谢谢晋升送的紫色泡泡，谢谢 Steven 送的告白气球，
谢谢博成送的海洋之星，谢谢墨鱼送的生日蜡烛，谢谢小吴送的生日蜡烛，谢谢你们，谢。玩玩竟然送我个玩具，好感动！玩玩现在是我第三，谢谢一婷，谢谢你们，玩玩好有钱，玩玩确实好有钱哦。谢谢大家送的，对不对？谢谢大家的生日，谢谢韩姬送的金玫瑰，谢谢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哎，等下我。谢谢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哎，等下我应该自己 Q 一个生日快乐，我自己来一个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我要那种很潮流的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谢谢。然后我等一下就自己在那边唱生日快乐，就会很尴尬。我要宝宝巴士版的，我最喜欢宝宝巴士了。Oh my god！ 我竟然17岁了！哦、天哪，我真的是有点不能接受哎！没想到我现在是一个17岁的翁曼玲。Oh my god！ 我发了，救命！真的假的？我等一下，我现在很紧张。我要好看一点，是好看的吗？我的纹是好看的吗？等一下，我的双眼皮贴怎么样？真，如果这样，我不是18岁，我17岁啊！大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我自己在 cue 生日快乐歌，但是谢谢大家，今天是我的17岁的第一天，也是摩羯座的第一天，谢谢陈颖真送的带我走，那你爱就可以看，是的，明年1月1号大家要记得追踪，谢谢 Free Plus 送的星星玫瑰。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自己在唱生日快乐歌，到底是哪招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个把它截到那个，把它截到线动线。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yeah, ，曼玲生日快乐，我就是曼玲。不行，我要来播 Let It Go 了，我最喜欢 Let It Go 了。生日快乐！谢谢大家，现在是我17岁的第3分钟，好快乐哦！谢谢你们的生日祝福，最爱你们了，咪！来播一点《冰雪奇缘》，是我以前最爱的。老学生咪来送一整首，最近很贵哎，还要赶着走，还没有啦。我想说。就闲聊一下，毕竟现在好不容易大家都在，因为我刚刚已经等他们等了1个小时，那好不容易大家都来了，那就是闲聊一下啦。再来，小雨下礼拜日生日哦，气质漂亮，谢谢。小雨都要13岁了，那我现在这个此刻这个 moment， 我跟他差5岁。Oh my god， 我姐姐了。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go. They're the girl, always have to be. Don't let them know. 哦，不行，在一品前面唱歌，感觉像是在关公面前耍大招。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and go, let it go.其实不是我唱这首歌，因为之前都是用听的。哦，还要去洗头，真的是很麻烦。15岁，要等16岁才能直播啦。少彤现在还不能直播啊，要喷一下雪吗？没有喜欢，我倒是想喷呐、啊。晚餐是不是有加？我还没成年，墨鱼，我现在是17岁。我现在很像那种红酒炖牛肉。倒是没吃晚餐，我就吃肯德基，就吃薯条。曼玲，我还不能喝，我当然还不能喝啊！我，哦，我真是一个可怜的。还有谁没有？我是1年，好不好？不是啊，大家，我剩1年，我就成年了。我靠，真的是不能接受哎！怎么可能1年就成年呢、啊？那我成年要干嘛？对啊，大家都以为我18，我真是受，我不能接受哎！大家，个人 IG 2024年1月1号出，没有18岁就能喝吧？不是吗？只能喝到8，不能喝9，是的。
呀，我其实不知道最后一句怎么唱，我不知道那个最后一句怎么唱，但我确实是最喜欢这首歌。而且 Let It Go 真的很热血，你真的不觉得，真的不觉得 Let It Go 很热血，就是看了越想要跟他一起，就是建造一个城堡。烟改，烟吗？吸烟吗？我真的永远都不会想吸烟哎、欸。哦，我真的表情管理失控。Let it go, let it break and dawn. Let it go, let it go. 投票什么？哦，我其实明年就可以投公投了，突然想到，因为公投是18岁，然后投票是20岁，就是总统是20岁。我不会吸烟，超恶的。我说了没？可以当兵，我不想当兵。吸烟的人长得跟……哦，我觉得真的不行。来播《Beauty and the Beast》。耶，谢谢俊生送的生日快乐。好，我大概在12点，可能13分左右结束我的直播，可以吗？我再播个5分钟。谢谢俊生送的《带我走》。TP 饭好像都不吸烟，真的吗？TP 的人也不吸烟，好像很正常哦。这版的 Let It Go 也不错听，我最喜欢原版的，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而且我超爆爱《冰雪奇缘》，我真的是忠实粉丝。你想看小雨长大吗？16岁，哇，他小雨16岁的时候我就20岁，我不想那么大。泯然成灰，真的、哦。谢谢小先生的带我走。这是 Beauty and the Beast。好了，那我们就播到12点13分好吗？今天 check 你，我觉得好像的乡土剧里面，你跟乡土剧里面很像吗？那这样是好事吗？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小雨 IG， 没有，好问题哦。嗯，我最近的口头禅是，我跟老师讲，我不烟不酒，大家都不烟不酒。你没有看过《Beauty and the Beast》的原版吗？我觉得原版真的就是真人版真的很好看，不能12点20分。我明天早上7点多就要起床，我哭哭哎、欸！我也确实想要直播就业，你16岁可以直播，对，16岁才可以直播哦。开始要念吧，好，我先念吧，不然到时候我忘记。我也不准这个吃槟榔，这很烦。谢谢安西，第一名安西，谢谢安西。他为什么我在唱歌啊？然后第二名韩吉，谢谢。第三名普拉斯，谢谢来看我直播，谢谢。第四名吉米周，耶，谢谢。第五名 Free Fast， 咪。谢谢大家，晚点本场哦。是的，晚点本场，我不会再。好了，我不会再发生上次那个，我已经深刻的检讨我了。边唱边念，范林公主，是的，我从来没看过一品答对我的慢跟零的任何一个字。哦，对，一品慢是对的。谢谢第五名 Free Plus。谢谢第六名博成，又要讲英文 ，OK。好，我们现在 let's say English， OK？ Thanks number 7 Derek Way， 谢谢你，谢谢一排乌鸦，我真的是拜拜一品，我会想你的。哇，一品他在留什么？他在留我的那个，在留我的那个自动选字，我真的受不了。谢谢第八名俊生。谢谢第九名咚哒哒哒，谢谢16、18、23是吗？
谢谢第十名波西，耶，谢谢你们，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生日直播，我还有三分，你给我顶标，看不出来呢，明年换真正生日，下礼拜换真正生日了，对啊。哇，国文锦标也太猛了吧，完全看不出来耶。那你可以教我国文吗？我国文超级乱的。电视 ABC 风，国文真的。16、18、23，真的吗？16、18、23，为什么？好啊，是一个什么吗？谢谢第16名许佩弯弯，然后谢谢第18名梦晴云云。哎，等一下，我按错了。是有国，是有国文吗？然后谢谢第23名陈颖真真，最爱你了，我16岁的时候最爱陈颖真真，是有国文，哎，那你很猛哎，我也想要国文顶标，我好焦虑哦，我在300多天我就要学测了。梦晴云云，谢谢梦晴云云 ，A K A 墨鱼，好啦。然后，对，我就是要准备结束了。今天是欧美玲玲，不行，欧美玲玲。16岁的时候，是的，现在17。阿云，不行，我没法接受叫我墨鱼阿云耶。阿云，谢谢阿云。我刚才说16、18、23是什么特别数吗？也不是123啊。好，今天呢就是我的17岁生日快乐，不是17岁生日快乐，这样吗？今天是我的17岁生日，大家，我现在是一个17岁，我已经不是小孩了，现在只剩真真是小孩，我已经不是小孩，我现在跟弯弯同岁哦。然后呢，我想要，我今天记得几个号啦。然后谢谢一品中的千纸鹤。然后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大人。我新的一年，我希望我继续当一个有气质、美丽、可爱的。然后我的生日愿望就是可以去看，不对，我生日愿望是考一个很棒的大学。有发现吗？好的，我马上就去看。我等一下边洗澡边看。谢谢墨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天天开心。我还是不能唱 Innocence， 我明年才能唱 Innocence， 是不是明年就换公演了，对不对？后年了。好，然后好，我换人了，新的换人小熊啊，我也喜欢换人小熊。好了，大家拜拜，我会想你们的，祝我考上台大，谢谢，不一定考得上哦。谢谢用手机，好啦，拜拜，今天是最后一天的16岁的我，谢谢，请大家祝我生日快乐哦，啾咪，拜拜，好，我真的话好多，对不起。